下万里天，用来令人的想念。月华似水云如烟，曾长何岁何年。怕是红尘叹流连，不忍问雨对千年。当时一别则相见，只见桥声缠绵。纵然忘不了是你耳鬓眉眼，却又期盼两人从此无亏欠。空山遮幽兰，沧海寻蝴蝶，太多爱恨终终难周全。忽忽历尽险，渺渺天地远，追梦到从前。却是仍不觉换来梦相见，相知风月未必难如愿。万般情为难，心动成少年，我谁能被谁豁免。听闻女王陛下半年前洗过青莲地心，云宗主为何激怒蛇人？女王死了，为女王报仇。杀了他们！斗魂巅峰，这里竟然有机关！阿吉风，女王，小姨来了。飞行禁制，没想到祭坛下竟有如此神秘空间。我竟没死，那这次真是命大，这么高都没摔死。臭小子，多亏了云芝送你的海心那家，不然……云芝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去找异火，老师。青莲台座感应到异火就在前面。没错，异火气息非常明显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快走！
上。严氏大人，我们来了。长老，墨蛇族首领莫巴斯赶到。该死，可恶的人类！莫巴斯，我来救你。古河，异火在哪儿？严师，风离，拖住他们。嗯，交给我们吧。异火气息有四重，西边气息最弱，虚而实，实而虚，他最有可能是异火所在之地。我带你冲过去。嗯。我们才是你们的对手，就凭你们，接我一招。吓小爷一跳。老师，你不觉得这里太安静了吗？让我感觉很不舒服。哎，老师，您不是说有飞行禁制，那您还能飘来飘去的？灵体当然不受禁制限制喽。臭小子，快跟上。灵体，哎，老师，等等我！异火就在岛上。嗯，我们游过去。回来！干嘛拉我呀，老师？这湖水有毒！水有剧毒，沾上丁点，就连斗王强者也会有麻烦。该死，不能飞也不能游过去，只能用最笨的办法，像上次进入岩浆湖泊一样，把你包裹起来渡水上岛。老师赶紧吧，时间宝贵啊。抓紧时间，水中毒性极强，我的古灵冷火虽能阻止他们入体，不过这对我的灵魂力量消耗太大。我加速游过去。青莲地心火，美杜莎女王如此看重异火，此时却不见踪影。上当了，这异火是假的，气死我了！剩下三处地方都有异火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机会，看你们往哪儿逃！杀了他们！做梦！恢复体力，兄弟，咱们得救了。
若是本王一身殉道，你就留在这儿吧。是他，好运就此为止吧。好，我反应快，一伙就在上面。嗯，马上就能让你们团聚。小心点，美杜莎女王也在上面。待会儿见机行事吧。嗯。老师，走了。他发现我了，竟然没死。从圣池到此地，这人类小子都活下来了。也许这是上天给我的提醒，不管他目的如何，终有人见证我对蛇人族的忠诚了。就算吞噬异火失败，为此而献身，我也不愧为蛇人族女王。这种半身灵魂的蛇形魔兽与其相融合，召唤出这种本体，实力就会暴涨，这也是蛇人最大的底牌。这么强悍，那吞噬异火不是很容易吗？美杜莎为了带领族人重归故土，冒险吞噬异火晋级斗宗，唉，九死一生。千年前，蛇人族被流放到这里，沙漠的炎热与他们相克，重回故土也是历代美杜莎女王的夙愿。
受灼身之痛，而我为了赢得三年之约，守护我在意的人，也愿忍受异火焚身的痛苦。我们何其相似！他和你一样倔强。是为了族人安危，而我和你一样，为了我所在意的家人，为了失去的尊严，我要向世人证明，我愿意为心中所愿付出一切，哪怕是死于异火之下。